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非常抱歉，这一段时间停了不少课程，刚好有一些课程在办，也到这个德国包含英国伦敦跟大众做了一些交流，他刚好要跟海外同修交流啊，可能都得用六日的时间呢，比较方便。其实到海外发展呢，都是蛮辛苦的。这个创业维艰呢，当然我们要有好的福报啊，除了努力工作之外，所谓财布施的财富这因呢是财布施，我们选择的行业以及我们付出的努力这个属于缘的部分才能结财富的果所以万法因缘所生呢这一句话就涵盖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人事物都是因缘所生那既然都明白是因缘了那应该求富贵可以得富贵求长寿可以求长寿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只要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得到种对的因还有好的助缘必然得果所以真正明白万法因缘生呢那不应该对未来担忧了应该是命由我做福自己求所以我们只要担忧未来的福报那还是不够相信真理不够相信呢信不足就会有疑就会有担忧了所以老和尚说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呢我们只要有烦恼那个就是痴了它的核心就是怀疑所以我们只要觉得自己生烦恼了跟怀疑跟对自己没信心对真理没信心呢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义理都能让我们检查我烦恼的根源在哪里关心为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一起学习太上感应篇开篇太上老君就说了祸福无人门为人自招
祸福没有一定的门路，是人感召的，就是他的善恶念头感召的。所以我们假如怀疑了，生烦恼了，烦恼心能不能赶来福报呢？我想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一切福田呢，不离方寸，都是这一颗心呢，决定的。这个不关呢外面的境界，哪怕遇到世间人说不好的事啊，你用真心呢，祸转为福了。你看舜王遇到他的父亲后母虐待他，甚至都要置他于死地呀，那这个属于不好的境界了，但是他转成福报了，所以顺其大孝也于，他守住了自己的孝心真心，结果德为圣人，你看在这个境界里面德行不断提升，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你看福报现前了。我们人会心不安呢，往往都是觉得哎呀，对未来好像我都不能掌控了，很担忧了。命运真的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的，所以我们对《太上感应篇》第一句啊，有没有100%信心？祸福都是我自己感召的，理得，心就能安了。也有遇到同修，说很这个担心未来没有钱，那他这个就是对于真理不够了解了，包含害怕父母会离去，他有这个恐惧，那这个离生离死别我以前也很怕但是遇到老和尚老和尚讲到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没有生死就是换一件衣服这身体是工具根本没有生死啊。他的灵魂呢，会换一个身体呀、哇，那没有死，那就不是在这个死别的相上伤心了，那既然亲人没有死啊，那做什么对他有帮助啊？这个才是重点呢、你看我们烦恼啊，往往都是不明白真相，愚痴的，才延伸出这些烦恼来了，迷惑有生死了，结果亲人临终啊，这些关键的时候啊，我们哭得很伤心了，反而障碍他了。所以人生能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都不是愚痴，都不是
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来过日子，哇，那这个真的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啊，世间人有福报啊，他也是在消福报，啊，然后消的过程呢，很难不造业。所以真想清楚了，啊，真看透了，真的是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而已了。所以，啊，我们明白。都是自己的心感召啊，这个心念啊，一定要守好。那我们这个上一次啊，跟大家谈到啊，了凡先生啊，他之所以能改造命运呢，是因为。他能先反省自己，所谓改习为立命之基，改掉习气啊，才能转变命运，因为习气不改啊，还继续造业，那造业就折福了，这个要改命啊。就不容易了，这些理我们都清楚，理事不恶，那我们进一步要问自己了，我知道我自己有哪些习气吗？那我有在改吗？所以师父领进门，这些义理老和尚教导我们了。修行靠个人，这个下功夫啊，那别人帮不上忙了。假如这个修行的功夫啊，佛菩萨可以帮我们了，那他一定帮。不然就不慈悲了。那佛菩萨能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善知识。能把宇宙人生真相告诉我们了，它是我们的助缘呢。那因呢？因是我们自身呢。我们很珍惜，那我们很快就改造命运了。老和尚很听老师的话。所以他命中45岁呀、就转掉了，翻倍超过，没有福报，很快转了，后来财富自在呀、这个都跟呢，他很珍惜老师的教诲。如平得宝啊，改往修来，就像云谷禅师呢，先点拨啊，这了凡先生你自己想想，因得科第否，因生子否？结果了凡先生追醒良久。那这一句话，我们都是当机者来学呀、那我自己也问自己，汝自揣自己，自己呀、想一想，应该有福报吗？
啊，应该往生极乐世界吗？啊，常常啊，还得反问自己。尤其啊，《了凡四训》呢提醒我们：啊，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了；啊，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步可进；啊，没有进步啊，那可能就退步了。啊，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哦，那检查看看呢，我们有没有改过啊？哦，那父母啊，从小提醒我们啊的毛病啊，啊，最让他们不放心的，哎，我们改了没有？哦，那这个就要检查了。哦，或者是老师，哦，还有同学，啊，甚至是我们出社会同事提醒我们的。哎，我们有没有放在心上去改？哦，老和尚说：“福在受见呢，哎，福气呢在接受父母、老师、同学啊，乃至于朋友、同事的劝谏提醒。哎，有人劝呢，是福报哦。哎，我们珍惜了，这叫知福惜福。”啊，他一改啊，哎，他就感召福报了啊。所以确实啊，祸福是相宜的。哎，人家劝我们是福，哦，哎，但是我们不珍惜了，这个福报就折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啊，《太上感应篇》呢，引很多。这些儒释道啊，先辈们的一些教诲，像哦，有提到啊，我们看到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编23页啊，举诵灵源禅师。这当时的高僧呢，哎，跟伊川啊，这个都是大儒啊，说到了啊，这祸能生福啊，这个福能生祸啊，哦，你看这个祸福啊。哎，它是会转变的，哦，它不是一定的哦。那个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用真心了，啊，像大顺这样了，啊，祸变成福了。所以我们学《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学第一句，那会转了，啊。那就事实是好事了。啊，老和尚常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哦，那事实是好事，哎，人人都来成就我了。哦，那这日子就好过了。哦，我们看佛陀做忍辱仙人，那世间人看起来遇大祸了。哦，你看他变成快速提升自己的境缘，哦，包含老和尚给我们的表演，哦，也是如是，哦，世间人觉得天打雷劈的啊，啊，哦，觉得是这个晴天霹雳啊，哦，这个天打雷劈应该是不孝的果报啊，啊，晴天霹雳了啊。
哎，但是老人家心念都没有指责，没有对立，付出30多年，最后被扫地出门了。没有对立的念头，没有要求，时时啊想着，佛法的形象，不能打官司啊，还给学生顶礼，这些心境啊，是我们的学处啊，也没指责学生，我们。在老师的位置啊，很容易没有顾及学生的感受，可能道理就压过去了。他毕竟这么多大信众啊，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呢，好不容易有一个小道场啊，也能理解这个心情啊，所以并没有用道理强压。学生呢，心地柔软了。目前当木西星哈，老人家表演的我们都看得懂啊，叫内行人看门道了，外行人呢看热闹了。昨天我们一个同学提到了。他听老和尚一个故事，说老和尚曾经很用心栽培一个学生，对他呢，也是比较严格要求，结果后来这个学生呢，走了，那他提到，那老和尚从此以后不敢讲人了我当时一听啊，我说这个下这个结论可能是讲这个话的人，甚至于可能是传第二个、第三个，传成这样了，我个人看法啊。仅供参考，不一定对啊！真心一法不立啊！老和尚的心上不会不讲人了，不讲人了啊！不会住一个法了。承德相信呢，老和尚呢，可能也借这个事啊，体会到现在众生的根性。所以应该是比较不讲了，绝大部分呢不讲了，但是还是会提醒学生呢，在哪里讲呢？在课程当中，那代表什么？很好面子的人。你在课程中讲啊，他不会觉得不欢喜啊，不会觉得对我啊，所以你在提醒好面子的人啊，眼睛不能一直瞄他啊，我呢，他就更敏感了。我们呢现在的好面子啊，你提醒都要不露痕迹。才行啊！所以要护念现在众生呢、我们这个心呢、要很敏锐，要很体恤它的接受度。工人之恶勿太言呢，要视其堪受。你好心提醒他，你要考虑他接受度。甚至是承受度，
我们都是在这些境界练柔软心呢、练心呢、跟菩萨四德相应、菩萨四德其中跟言语有关的柔和直直摄身德、像很温柔、和气，直直是真诚。哦，这个老和尚讲到真诚都会赢了、曾国藩先生的话，一念不生是为尘、一个妄念没有、我们面对一个人、你心上还会觉得有点卡卡、有点不是很顺，铁定对他以前呢落了印象。比方说对方做的事、自己不认可，觉得他做的不对、可以分辨对错，但是不能放在心上，一放在心上啊，就影响自己的心态了。所以礼敬诸佛啊，这普贤行不容易啊。你有落对方的哪个印象，我们自己啊关照自己的心，心源隐微处关照，你在面对他的时候，自己的心是不是没有那么自在，没有那么真诚，没有那么柔软。这个我们假如敏锐一点观察自己，每天面对那么多亲戚朋友啊，能感受到了，不能对人落印象产生成见。我们都是要去极乐世界的啊，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普贤行啊，就是在每天呢处事当中，跟人相处中啊，能真正心呢、跟十大愿相应。所以首先要不落印象，对人没有成见，见性不着相，落印象就着相了。见人家本性啊，一切众生皆是佛。所以啊，我们这个菩萨四德啊，这个言语要柔和直直啊，才能摄受众生。我们看随缘，缘在哪？每天一切境界都是缘，妙用。你看我们的心，不那么自在了，不那么柔软了，就妙不起来了。妙在呀、没有落人家的对印象。我们才能真诚啊，妙在用真心呢。妙在呢念念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心了。妙在礼敬诸佛，叫平等心，平等的恭敬。用真心啊。招福报了，用妄心呢、自己生烦恼，可能又跟对方啊结了恶缘了。这个心念
差别很大。哦，那刚刚提到了，要顾及啊他人的面子，甚至呢自己的家人都要顾及，都是成年人了。哦，你看老上讲啊，20岁以前可以讲，啊，20到40岁啊，只能暗示，40岁以上啊，不能讲了。啊，这里面呢，也含有人情事理在其中。啊，我们在讲话当中啊，有没有体察自己是比较随自己本来的性格，还是有在修正修行啊？修行啊，假如我以前是这么讲话啊，过了10年20年还是这么讲话，那这个就白修了啊，身口意啊没有修正过来了。刚好啊，有一位同仁呢，啊，他跟他女儿谈话，啊，他女儿应该也超过40岁了啊，他听他女儿啊，啊，有一点在自我标榜，啊，可能是谈到他工作上的表现呢、啊。得到一些不错的成绩啊，好，那这个父亲呢，啊，就提醒女儿啊，啊，你要让名于上，让功于众，啊，他说完了，觉得他女儿呢不是很欢喜，好，那刚好啊，跟我们探讨。老和尚有时候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啊，要回过头来啊反省自己啊。好，不知道老和尚这句话我们肯不肯受持啊、哦、老和尚教我们总不能挑吧这一句我不是很舒服，挑过去。哦，那还有另外一句啊，老和尚说最佩服老祖宗的，这句话不能跳吧？最佩服老祖宗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哦，我们得老实听话了，啊。做一句啊，福慧就跟着增长了。假如福慧都没有很明显改变了，那可能我们真的是挑着学。哦，没有如平得宝啊，去老实听话改过了。哦，那我们。跟这个同仁啊有提到啊，啊，你比方说，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啊，在讲这一句“让名于上，让功于众”，这是一个义理，义理有没有错？义理没有错，可是我的心念是什么状态？有没有要求？哎，你这样很不对哦，有没有要求？再来，语气啊，有没有强硬？有没有指责？啊，哇，你看心，以至于言语的呈现，这个都是属于要反求诸己的部分哦。
常常跟大家在探讨我们听的道理啊，一定要用中恕的心态来纳受。比方说这个道理，让名于上，让功于众，我们一听严以律己啊，中啊，宽以待人，别人有点标榜了，正常，可以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种指责啊或者道理压的状况，我们就会啊顺势的，刚好他谈到了，那我们没有见他的过。我们也容易啊察觉他的好，这个非常微妙啊。当你不看这个人的过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他的好。你可能当场先肯定他的努力，他能得到这个工作上的这个成果啊，那铁定有努力嘛。哇，你先肯定他的努力，那对方被肯定了，大家欢喜啊，先美其长嘛，盖其欣喜，则善言易入嘛。这个不是对自己孩子这样，这五伦里面都是这样啊，包含我们现在。比方说带小学生呢，现在孩子爱面子的年龄也在提早了，我们都得考虑到了，所以古人说调剂人情，这个是知所先后啊，调剂人情，发明事理，大家要去观察。奇怪了，某某人去劝人呢，人家都能接受，怎么那样的话好像我讲了人家不接受，这各种三昧啊，我们得把它搞清楚了。可能往往人家能体恤人情，然后再发明事理。你当你先肯定他了，他欢喜了，那在很自然的，哇，你这件事情，我好像听说谁谁谁帮你啊，哇，那这个，没有他们帮助啊，我们可能也没有做得这么圆满。那他就很容易接受了，慢慢慢慢的，他也会留心，成就一件事，那么多的助缘呢，好，那假如我们对自己子女啊很了解，他很好面子。那你连当面劝呢，可能都会让他不舒服，那这个就不能硬劝了，所以刚刚提到老和尚用心带过一个学生后来这学生走了。老和尚就比较多啊，在讲经的时候提醒。有善根的人，他反观自照，他受益了。善根不足，好面子，不得罪他。这老和尚在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自己也可以用在处事当中。
不直接去提。哦，你看护念一个人要很有耐心啊，时时能感受到他的状态跟接受度。讲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产生一个感觉，哎呀好累啊，害一个人很容易啊，帮一个人哇，为什么菩萨师德说普待众生受苦德啊，但是说实在的最受益的是自己啊，我们就是修不出耐心，修不出柔软心啊，哎，都是这一尊菩萨在让我们修。哦，当你快对一个人没有耐心的时候，你就想他可能是极乐世界派来的，哦，来帮我磨久炼成钢的，啊，来磨的成就我的。况且啊，老和尚讲经啊都告诉我们了，我现在一讲啊，我保证大家有印象，但是我们不见得放在心上。老和尚说的，李炳南老师啊，对着老和尚讲了，我们这代人呢，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了，到你们这一代呀，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哦，大家都有印象吧？那这段话遇境逢缘，会不会冒出来了？好像听了不少遍了，怎么还冒不出来？我们有没有把它屏蔽了？这样的话应该听一次就很有印象才对了。好，而且啊，这一段话呢是李炳南老师讲给老和尚的，就说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呢。那我们离老和尚几代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趴着啊，那就很不错了。哪还在嫌哎呀太累了太累了，又没有趴着，有什么好心累的？所以不能直接讲了。那就呢，那个为对方好的心呢，都能提起来。在可能过了一两天，过了一段时间呢，刚好碰到某些情境，可以啊，自己啊现身说法，来谈这个事，自己谈自己啊，人家不会觉得你针对他。当然那谈的时候啊，还是很真心谈自己的。不是一直瞄着对方啊，有没有被我敲醒？那可能敏感的人又是不是要弯来讲我啦？你可以自己真的这么用心过来谈这个啊，让名于上，让功于众。谈哎呀真的是那么多人来成就这个缘，或者是遇到很类似的状况呈现的，那就缘很顺，就点一下，
哦，那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了。哦，所以这个掌握机会点，这个也是用心良苦啊。嗯，好，哦，所以你看，自己最亲的人，我们劝他，他不能接受，我们还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又有遇到一个同修一看呢很有正义感，正义感是优点哦，但是正义感呢不一定到中道，你这个正义里面呢可能又夹杂高下啊，那你就会看这个犯错的人不顺眼了，造恶的人不顺眼了，叫普贤行就修不成了。啊，哎，这个可能哦，我们这个正义感当中啊。还有夹杂一点要求控制，哦，那这个还是有夹杂一些烦恼，哦哦，那这一位同修啊，他在医院服务，他看到啊，有一些药品啊，比较昂贵。可能医生在开的时候啊，他希望医生呢多提醒病人，哦，不要浪费了，他也自己啊去提醒啊病患不要浪费了，哦，你看这个都是出于好心的。那陈德呢，在听他跟医生交流医生提醒或者跟病患提醒，那个语气啊，就是讲的道理没有错。哎，这个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呢，哦，而且他们的单位啊，亏空很大。可是语气当中呢？还是有强势，还是有要求，哦，我当时听他讲心脏都有点压力，我就笑着跟他说，假如我是当事人我也不接受。哦，因为你这个言语里面呢会让他不舒服，哦，所以你先让他不舒服了，先让他感觉你有情绪了，你后面的道理再好啊，他可能不能感受了。所以你看，连一心啊，为纳税人呢，这么对的事情，我们也要反求诸己，不然我们就没办法经一事啊，长一智了。而且呢，陈德也提醒他，因为我们学佛啊，要越学烦恼越少，学面对境界要清楚，你看我们在那着急啊，在那生气啊，那烦恼做主了。不能让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啊，哦，而且我们要知道万法因缘生，你要有一个好的果啊，要有因有缘，而我们只是这一件事的缘，
你不能强求一定要什么结果啊。因是这个医生要接受，这个病患要接受你的意见，那是掌握在他们那里的，不是掌握在你手上的。你掌握的是什么？我有没有尽力？我有没有不带情绪控制要求去提醒了？我有尽到力了，尽了这个缘了，我功德圆满了，我还带着情绪了，那你没有功德了。甚至因为要去劝人这么好的事，搞到把自己的功德烧了，你自己很生气啊，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在这个汇编里面，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提了魏忠达的故事啊。因为这个三山石桥不要建了，因是什么？因在皇帝的手上啊，是他决定的。你是缘啊，你尽力劝了，他没有听。可是因为他尽力劝了，他的福报很大，君子一念，以在万民啊。你看他四十来年造的恶的重量都比不上他 这一个卷轴的力量啊。所以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并不是说对方接受了你才修得到功德，功德是自己的心决定的。你已经尽了力了，在你的因缘里面你是圆满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太强求了，那个结果不如自己意啊，哎呀，睡不着觉了，难受了，这个都是性格啊。我们刚刚说要改习啊，改性格，改习气啊，要调柔啊。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这个是我们在因缘当中啊，要拿捏好自己进退的分寸，不能搞得自己每天呢，因为这些事很烦恼。所以我们只是所有人人生的助缘配角，你不能去抢人家的主角演了。这个叫攀缘，太强求了，难怪生烦恼。诸苦皆从贪欲起，贪求了。那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哦，那这个就我要负完全的责任了。对别人，我尽了力了，那对自己了，完全负结果的责任了。包含每一个助缘能助我多少也是我决定了，难怪要反求诸己啊。比方我们同样都遇到了老和尚这么好的老师的缘啊，可是每一个人的受用不一样啊，所以不是老师偏心了，是我们自己的恭敬心决定的了。一分沉静的人他得一分利益了，十分沉静的人得十分利益了。所以这个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很重要啊。现在的人呢，确实是敏感，要顾及面子啊，难怪了凡先生啊，他要引啊顺在雷泽的例子，
提醒我们了。你看大顺那么有德，又有智慧，不以言语去教别人，而以身转之，这良工苦行也，用身教去带动。所以末法当中了凡先生说了，勿以己之长盖人，勿以己之善行人，不要自己的长处去压到人，不要自己做的善事，你看我这么节俭呢，你们不要乱浪费公家的东西，你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行的善去压迫到人，你看人的心要这么柔软，你看我们劝了不少亲戚朋友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们也要能总结清楚不然真的都稀里糊涂的，好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像我们刚刚举的几个例子，都要从自己心源隐微处去关照了。这一念心动机好像是好的，有没有夹杂自己的习气在里面？勿以己之善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你能力比较高啊，不要人家跟你相处好像很有压力了。收敛才智，若无若虚，都是很谦退谦虚。见人过失啊，含容而掩覆之，给人家留面子，给人家台阶下，这样处事才不会出现人际摩擦。我们想想这一两个礼拜有没有跟家里人或者同事闹一点不愉快这可能呢，了凡先生这段话就会提醒到我们了，要给人台阶一下，不要造成人家恼羞成怒了。一则令其可改，你包容，给人台阶下，让他可以改。他知道你知道他 还不说他有所顾忌不敢纵。见人有微长可取，小善可入，幡然舍己而从之。见到他有一点小善有优点就去肯定赞叹，不好你都不讲好你就赞叹了，人之初性本善他的惭愧心自然起来了。我不好你只字不提，这么一点优点你就肯定还这个成人之美还帮助我，触动他的善根。所以我们不能感动别人古人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没有不能感化的人，但恐诚心未至所以我们能真正做到了凡先生这一段话一定能感动身边的人。好所以最近跟一些同修
啊，刚好交流到他们遇到的事啊，哎，感觉这一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很有道理啊。哦，包含也遇到同修啊，可能在婚姻上啊，缘分不是很理想。哎，他提到，哦，我听这样的例子，还不是一个两个例子，哦，就是，啊，他遇到一个对象，啊，那个对象又抽烟又喝酒，啊，哦，那是很多年了，哦，可是这个对象呢，啊，看到这个女子啊，啊，我为了你改啊，哎，结果交往两年了，啊，为他改了很多啊，哦，后来嫁给他了，哎，嫁完之后啊，发现呢，他有更严重的恶习了，大家想一想啊，哦。他二十多岁的人哦，他都不为父母改呢。你面子大，就为你改。他真的有孝心啊，他会为父母改。一个人的真爱啊，从哪里来的？爱的原点在哪？父子有亲的天性。所以有真爱的，你要从他对父母去观察，哦，因为孝的动力啊，才是出自信德。哦，他不为父母了，为你了，那请问他的动力在哪？那很可能他的动力是，你长得很漂亮啊，哦，你有他要获得的东西啊，那他当然有动力咯，啊，可是当他获得了，哎，可能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哦，所以一般人在经历这些事之后啊，也不见得能看得到自己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因为你看人不够深入，还是有反求诸己的地方，啊，因为没有反省到这个问题点呢，有可能下次啊，还会同样出现的，啊，经一事长一智啊，假如没有反思到自己的问题点，要长一智啊，也不容易了，好。哦，那这个刚刚啊，我们交流到啊，这个林园禅师啊这一段话啊，祸福啊是会转变的。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哦，你面对什么事的态度啊，都很真心。那就没有坏事了。哦，你看祸能生福者，啊，以其处为之时，啊，啊，遇到啊比较危险的时候啊，哎，他很急切的希望能够化解这个危险，啊，能够化险为夷，能够安全，他会深于求理，他会很用心深入去追求，去体会真理，比方我们看呢，哎，
一般学佛啊，他的机缘在哪？可能他身体出问题了，家里出现一些情况了，哎，他开始反思了。你看，生于求理，哦，所以犹能其位尽景也。哦，这个时候他能这个心存恭敬啊，谨慎自己的言行啊，啊，检讨问题点呢、啊，哦，那祸能生福了、啊。哎，福能生祸者啊，啊，因为他处在比较这个啊，比较福报现前了。比较安乐的状况了，啊，这个顺境哦，顺境啊，容易淘汰人了，他都会放纵他的奢念，啊，视其交代，骄奢淫逸啊，就跟着出来了，那就很由多啊，轻率了，轻忽，啊，武慢，变得傲慢了。哦，那个少年得志大不幸了、啊。哦，哎，他很早福报就现前了，那有可能这个福会变成祸了。哦，所以这个心念的转变呢，就是祸福啊的征兆了。哦，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十二页啊，小曰吉凶，大曰祸福啊。无门啊，没有一定的门路了，自招啊，自己感召了，自作自受啊。哦，所以这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就彰显了。天地没有私心哦，没有说对哪个人好，哪个人不好。啊，因物复物啊，祸之福之。啊，都是依据这个人善恶。啊，善，哎，给他福；祸，哎，这个恶啊，才降祸。哦，所以本没有一定的门径了。啊，门路啊。哦，所以听招致以为报应，唯在人心自招耳。啊，都是人心自己感召的。但然人一念未起时啊，你看人还没有起念头了，其心湛然啊，他的心是清净的，如同虚空，何有善恶啊？哦，那个时候是清净了，连善恶的念头都没有，但只因此念才动，啊，哎，起心动念了，所向好事是善，所向坏事啊为恶。哦，那起先最开始啊，不过就是一个念头，啊，那随着啊去做事的。还有后面呢，日积月累了，啊，所以有善人、恶人之差别了。哦，所以得祸得福啊，悉决于决定于啊，啊，一开始就决定于这个念头起念之时矣啊。哦，所以太上老君啊。一开始开口啊，就说了：“曰无门，曰自造。”啊，这个是啊，提醒每个人的啊，要战战兢兢啊，凛凛于人起念的时候了。啊，要吃紧提息警觉呀、啊，不能掉以轻心了。啊，觉者啊。内观动照也，哦，哎，向内观，啊，观心为要啊。
要看得清楚，看得深入。我们刚刚分析了几个生活上的例子，我们能不能观得到，能不能反求诸己？假如我们没有反观到，我们都觉得我为他好啊，我这个事是对的啊，我为了纳税人的钱呢、啊，哇，那可能家庭工作上的不愉快甚至冲突都有可能会产生。这动机都还是好啊，都有可能搞成冲突哦。所以这个觉是面对境界清楚啊，都要内观动照啊。所以人心善恶莫不有机，这个机啊就是真照。一念内照啊，便知向往。就反观这个念头，就知道它往哪个方向走了。所以《易经》里面说：“机者，动之为。”这个真照就是你念头啊，细微的地方。这个吉凶之先见者也啊，所以《了凡四训》里面提到，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看他讲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可以断定他的祸福。这个在国语啊、左传啊这些古书里面都有。所以能知道啊，念头是招感祸福的根源呢，于此去得破，做得了主了，自然呢、这个欲望越来越少，欲静理存啊，是常常能存天理，去人欲了这样自己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动与极相合了但是若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矣假如不是动善念，而是动恶念呢那这个差别就大了你动善又回向极乐世界，那这可能是帮助自己做佛了。假如动的是恶念了那这个恶因种下去啊，迟早要受恶果了。哇，那这个差别就像天地悬隔一样了。那理上我们明白了这个念头都要存善了，不能有恶了。那理有顿悟啊，事还要渐修了。现在比方说我们考虑事呢都习惯把自己排前面了。这个自私的念比较习惯了。那了凡先生也说时而勉强啊现在知道了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不对了。老和尚说感情的污染是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了。那就要警觉性很高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这个佛号比较陌生，替人想比较陌生呢，越来越提得起来就熟了。这个自私很熟啊，慢慢慢慢要陌生。所以我们要达到心念都跟
正确的做人做事相应啊，一定要下一段功夫啊。所以念佛要下功夫，断恶修善呢，也要下功夫啊。念佛是正修，断恶修善是助修，正助双修啊。我们这一生呢，道业可以圆满。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越来越提得起来？这个都要靠自己检查咯。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要求我们念佛要摆第一。这个黄老的法语我们探讨过很多次了。助修啊，要效法了凡先生啊，发愿做三千善事啊。三千善事做多久呢？花了十年哦。而且用功过格我们现在想一想不能把断恶修善积功累的看得太容易。了凡先生是明朝人他往生极乐世界了有成就。他在断恶修善呢都要发愿，然后做功过格，时时对照一言一行哦。而他的三千善还要十年哦，你看他在言行上也是下顿功夫，下苦功哦。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根性呢比他老人家怎么样？比他高吗？我自己想一想啊，我差他差太远了。而我们看四十二页里面提到了您看他有自知之明了。这个云谷禅师啊指导他不能有求的心。所以他一毫觊觎，一毫将盈都要斩掉。将盈你是想着未来的事儿觊觎你有期盼什么了，都要斩断。这个才是实学然后提醒他你未能无心那些念头就会很多了。持准提咒那我们现在是持万德洪名那让念头不要乱动那他说他初号学海哇，听到这个名人比较有点慢我学问像大海一样。次日改号了凡明白自己是凡夫了，有自知之明了悟立命之学而且也是自我期许不要落入凡夫的窠臼里面了有愿了，从此而后终日精进就比较有警觉性了，便觉与前不同了。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立景象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
天地鬼神。这是我们下一句，在经文里面警示我们，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已夺人算了。所以他常想着举头三尺有神明了，而且遇人憎我毁我，人家对我憎恨啊毁谤我啊，都能恬然容受，欢喜接受了，其实帮我们消业障啊。有了这些转变呢，到明年呢，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三了，虎考第一，命开始转变了，其言不厌。后来他考上举人了。他自己反省啊，行义未存，这颗道义啊，仁义之心呢，还没有达到纯熟啊，有时候还提不起来啊，还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啊，还有很多随顺习气啊，减生多误啊，而且或见善，但是呢，行之不勇。没有勇于去行善或救人呢，而心常质疑怀疑，我真的能帮他吗或者有用吗我会不会被人家误会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这个口过守不住或醒思超此自己比较清醒的时候能把控得了言行，而最后方一喝多了就守不住了以过则功日常虚度即几四岁发愿，直至己卯岁历十余年不是十年，超过十年了，三千善事始完接着才遂起求子愿呢所以我们看到了凡先生他改过的过程断落修善不是轻轻松松的那我自己也不如了凡先生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呢，也要常常对照三根所以也有净宗学会做这个三根的功过格我们念一遍弟子规太上感应篇，依照这些句子来反省，都得下这些功夫那十善业呢，是十个科目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来下这个断恶修善的功夫用功过格的形式。好，接着下一句是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这个也是比喻善报恶报就像这个影子跟着身体一样永远不会分离开有这个比喻我们就很容易体会当然这个善恶的报应跟着的
啊，但是遇到缘成熟啊，它就会爆。啊，但是的这个果报啊，也分三世。啊，所以啊，这个有的是现世就爆了。啊，有的到来世，甚至于还有啊，啊，要很多世以后，啊，才会报。啊，那毕竟啊，只要造了恶业下去了，那终有报的一天。所以菩萨畏因，啊，不种这个恶因，啊，众生是畏果。果报现前害怕了，哦，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哎，又忘了，哦，所以菩萨是觉悟的人，哦，敬畏的是因，啊，假使百千劫呀，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啊，哦，那真的体会到了。那动个念头也是个种子，不能轻忽了。哦，所以灵芝禅师说：“用心皆明定业。”啊，你起个心念是个种子，能牵来报，会牵未来果报，众忏不亡。你忏悔，它也不会，这个种子不会消失的。哦，所以以此自量啊，自己好好思量清楚啊，不能轻动念头。哦，所以安世高大师前世修行，有一个师兄弟，明经好施啊，明经是很聪明啊，又慷慨喜欢布施哦。可是有一次托钵啊，对饭菜不满意啊，生嗔恚心。结果这个恶因先报，来世就堕畜生道了。幸好他有一个很好的缘，安世高大师来帮助他，他才能脱离这个畜生道，不然那个下去要出来很难的。哦，所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好，四十九页啊，这个清朝。啊，崇明这个地方啊，黄永觉先生啊，这个算命的、看相的啊，一看他你没有孩子，寿命只有60岁。后来啊，有这个南洋啊上的一条船啊，结果遇到风浪啊，就要翻覆了。啊，这个黄先生呢，就赶紧出10两啊，啊，请渔船去救。哎，居然呢，救活了13条命。啊，过了没多久啊，哎，他又遇到这个相士，哎，非常惊讶的跟他说啊，哇，你这个满面都是阴字纹啊。啊，你必有圣德啊！啊，佛家讲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啊，就是盖这个7层塔啊，而且他救了13条啊，不止啊，你会有子嗣啊，而且能登大魁，就是能考上状元，而且你会想。很长的寿命，后果生子啊，名正凤，中了康熙几位年的状元，而且他自己啊，活到90多岁善终，哦，所以天道是很可靠的，啊，绝对啊，丝毫不爽，所以人何不啊，去恶为善呢？
哦，所以这一念救人之心啊，这个整个命运就转了。在《道德丛书》里面也提到一个很有名的中医周月窗，这个上次这个王川大夫讲课的时候有提到了他的仆人明德那就叫周德了，德行的德。结果病得太重了，他也治不了了，就让他回自己的家这样也比较好。结果给了他不少钱呢，他回去的过程遇到一个人很痛苦，一了解卖了自己的妻子啊，去还公家的债而且他也想了，还完之后也要去寻短这个周德很慈悲就尽力啊帮他还了债，那等于救了两条命了后来回去呢病就慢慢好了又回到这个医生那里去服务了结果这个医生一看到他很惊讶然后又给他把脉 一把就很感叹说，你阴德动天呢，五脏力变这个肝心脾肺肾这个变了我这个你的情况不在我的医术掌控之内了当然他们行善的时候也都没有丝毫去求他要有善报的心，特别纯呢，所以这个善的力量特别大所以命运呢确实是能转变的好，那要跟大家致歉因为来到英国汉学院呢教学还有一些代班呢行政上的任务所以这一次课程呢是录像因为刚好礼拜六要带学生出去所以先录像向大家致歉那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有讲的不妥的地方还请诸位大德同修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